北韓領袖金正恩視察住宅區工地。金正恩同黨中央委成員巡視平壤市中心高級住宅區的施工現場，指導工程進展情況。金正恩強調，白白户住宅區建設反映黨中央決心改變城市面貌，為國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。金正恩上個禮拜四冇監督導彈的發射，而到了住宅區工地視察。韓聯社分析認為，金正恩一個禮拜之內兩度視察住宅工地，突顯重視民生。南韓統一部就話，北韓在疫情封鎖邊境之後，對外貿易停擺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穩。